幻笼罩我，一字未落，棋局已交错，纠缠的因果，灰尘宿命的漩涡，拖拽着我，已决定从此不再闪躲。是谁的身影呼唤我去斩断桎梏的枷锁？亲手点燃烽火，剑一笑，丝瓜上针一草，又何妨？这万千因果，且看着我闯入这几战场，饮八卦在手，冲破迷障，终局后唯有深藏。当年发现那个溶洞的阿明，便在这个寨子里，请他给我们当向导，尽快找到溶洞，确定是否是极阴之地。若那个溶洞真是极阴之地，那你就有救了。配合阴阳平衡的太极阵，彻底清除你体内的极阴之气。不行，绝对不能再去那个吃人的溶洞。我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查到的消息，但方玉，你绝对不能去那个溶洞。我们必须去，只有在那里，才有可能为同伴化解极阴之气。再也不想来第二次了，我小命差点就交代在这里了。解解渴。瞧你那怂样，再敲我翻脸了。胖子一直口无遮拦的，你别多心。我没事。大家看见前面那座山了吗？溶洞就在那儿。慢点。小心点儿，抓紧了。那里便是我们的寨子。这有点像八卦阵法。看来阿明公先前所说的仙人，便是和我一般的异能者。走吧，溶洞就在前面。
这种酸爽的滋味告诉我咱们没找错。不要妄下结论，阿明公，你就在洞口等我们，24小时后我们还没出来，再找人来救援。大龙，救我！恩公，老汉我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要陪你进去。阿明公留步，我们会尽快出来的。可是，阿明公，你可太小看我们家一哥了，别忘了，他可是异能者。那你们千万别逞强，若有不对劲，立刻出来。能抵御极阴之气的护身玉佩都带上了吧？保命的家伙怎么能忘？我在这儿陪阿明公唠唠嗑，祝你们一切顺利啊！嘿嘿，想什么呢？给我跟上，走。千万小心呐！我们离极阴之地应该不远了。发现了什么？这溶洞不对劲儿，比唐城那座古墓还要冷。虽然还没有看到极阴石，但卦象和寒气所示，这个溶洞应该是我们要找的地方。可算找对地方了。可是，为何看不到极阴石？我记得你说过，极阴之地定会出现极阴石。害地极阴，万物终结，极阴石现，阳气覆灭。兴许就在极阴之气最盛之处，正好在那里逆转阵法，去除你体内的极阴之气。怎么了？被这里寒气侵蚀，引发了体内的极阴之气，还好嘎巴拉暂时将极阴之气控制住了。能控制极阴之气，方毅，能不能给我？女孩子还是斯文一点好，别对我家方毅动手动脚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哪个意思？闪一边去。抱歉，这嘎巴拉可能是我父母留给我的。乖乖，一哥还有父母啊！他又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。一哥，你还记得你父母是谁吗？师父捡到我时，我身上只留下了嘎巴拉，这异能是嘎巴拉认我为主后赋予的能力。我的父母应该也是异能者，他们也许有不得已的原因，说不定哪一天睡醒，他们就出现在我面前了。哎呦，这可是大喜事啊！一哥，竟然瞒了我们这么久，还当不当我们是兄弟啊？可惜线上几乎查不到异能者的信息，不然追溯到18年前，也许就有线索了。兄弟们，行领了，我的事不着急。先把初夏的问题解决，现在已经能证明这个溶洞便是一处天然的极阴之地。刚才是不是寒气引发了我体内的极阴之气？若非如此，我设置的封印
绝不会这么容易被冲破。走，去找溶洞里极阴之气最盛之处。嗯。出现了水晶，说明这里有地下暗河吧？嗯，前面有水的气息。臭美什么？赶紧给我跟上！放开我，周三炮！哦，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又怎么了？快跑！水晶怎么突然就炸了？那是因为我们快到极阴之气最盛的地方了，每当这里的寒气爆发，这些水晶就会周而复始的破碎再凝聚。那我的护身玉佩能不能再凝聚凝聚啊？我可没碰它，它自己就裂开了。我的也碎了。看来我小看了这里的寒气。接下来我会重新炼制防御力更强的护身玉佩，等我半个时辰，你们原地休息一下，别随意走动。哦。胖子，你想不想？嘘嘘，我不想，我没有，你别瞎说。我说你有你就有。哎，人有三急，胖子，别害羞啊。三炮，走，你就直说嘛。
他们只是陷入幻境。难道没有护身玉佩，他们撞邪了？看见水潭了吗？寒气引发水潭弥漫水气，封闭了他俩的五感，由此被困在幻境中。跟你们说过不要随意走动，刚才就被水潭蔓延的水气给迷住了。人有三级，这个哪里控制得了啊。哼，就你理由最多。四胖子，你敢挑衅我？切，不跟你一般见识。切，我感觉水里好像有东西。你别也被水气迷住了，走吧，护身玉佩都搞定了，我们继续向前。这里有极阴石，极阴之地应该快到了。普鬼木，寒气动了这些普鬼木刀枪不入，连火符也奈何不了。